那这样是不是还没有连上去？对，03:04:05没有人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一人两人。哦，我第一次，为什么？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我之前要用那个微博直播的时候啊，嗯、然后都他要我认证那个身份，认证身份。对，可是我现在不可以直接直播了。我不懂哎、欸。嗨，大家好。我没有用微博直播过。嗨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爱心的气球。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森俊。嗨。我是小雅。然后刚大家应该有，如果有 follow FB 的朋友，就是有看到就是记者会，今天是记者会的发布会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也奇怪为什么不用认证，因为我之前要播的时候就是需要认证，然后今天这样不需要认证，就是非常棒，非常棒的。这个超级白，对啊，因为我最近一直被笑黑森这样子。现在底就打黑白一点的。没有，就是照、欸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嗨嗨嗨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在上课的请乖乖。好，嘿，谢谢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多谢啊，谢谢。啊！几多杯雷啊！乱讲！拜拜。然后想说，现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补上。好。嗯。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我们今天都只吃了那个一片吐司。对。嗯，然后待会要去吃大餐。是的。因为今天有人说要请客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谁说要请客？就是对，谭一说要请客。谭一说要请客、嗯，太棒了。好，我来看一下留言，这是开快了。上课中白了，我一直都很白啦，只最近被黑，被你们黑，被他们黑，我的毒素苗们。可是我还是很爱你们，嗯，超级白，没有灯光，现在又很黄啊，哇，这样看脸很尖呢、欸，真的，这样头顶，哎、欸，这样超尖，因为我看不到脸了。然后大家在干嘛？就是今天我们卡斯发布会，就是新剧的卡斯发布会，然后很开心。可以跟很棒的演员，哎、欸，我们这一支其实几乎都是演比较多电影的演员，对。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有不一样的那个火花，对，嗯。然后也有很好的朋友在里面，然后也有很厉害的演员在里面，然后就是可以跟好朋友一起演戏，真的很开心。好啊，今天你们就截图啊，把我截黑啊。他现在很白啊。开玩笑。他现在超白的。好，哈哈哈，谢谢，开心就好。为什么变满？哦，有一个蛋糕，谁生日？我们来摆一个 pose 让他们截图。好啊。什么 pose？ 比爱心。爱心。来喽。好，截到了吧？就他们一定是截那种超丑的。没关系，反正我的小树苗已经长成毒树苗了，然后我的绿森林已经变黑森林了。对。哎、欸，我昨天就是去喝下午茶的时候，在吃饭的时候，然后你昨天凭什么给我喝下午茶？没，因为我昨天跟很久不见的朋友就是哦， oh, 对， oh, okay, 吃饭，然后。刚我们下午就去喝下午茶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很多蛋糕，嗯、然后就店员就推荐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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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嗯、然后他就说他们的黑森林蛋糕是他们的招牌，黑森林蛋糕，对，然后我讲好，我就要这个，然后自己笑了一下，然后说对，我就是要的黑森林蛋糕，对，他是台湾人。
这发型好看。对，今天的发型是。不是，我那个是买他的头。他每天发型都很好看，因为人长得帅，发型怎么样都好看。好棒棒。好。我是不是很会讲话？嗯。吃饭了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好、哦，然后大家就是上课的乖乖上课，然后工作的乖乖工作。拜拜，谢谢啊，辛苦了，今天谢谢，拜拜。然后就是今天是我第一次，哎，真的可以哎，微博真的可以直接直播，然后不用认真。我要进电梯。而且我今天长了一个超大的痘，我也是啊，我这边也有超级大，我这边也有。好，一楼到了。网路，电梯里面没有网路。好啦，然后大家乖乖哈。好，乖乖。要还证，你有拿证？我没有证件啊。没有，没有证件吗？好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期待一下新剧。然后期待大家好朋友们一起演出会有什么样的火花。嗯，好啦，拜拜。哦，对，今天我终于听到那一天唱的歌了，因为就是我这一部的主题曲嘛。然后我今天第一次听到，觉得真的还不错，就是可以跟大家，之后可以。打给他，就是今天的歌应该还好吧？我真的很怕我唱不好，很好听，我真的很怕，很好听。而且我刚才戴耳机听的时候，我心跳加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每次唱歌没有，我认真的好听啦。你们建哥哥唱歌最好听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很怕自己唱不好。不会，我认真的，我认真的啦，认真的不会。看不上米大，不是因为你在直播，是认真的不会。然后等一下，我关掉直播，其实还好的。没有，好不好？我是这么很虚伪的人吗？不是。还没，我们现在正要过去。希望可以跟大家。好、哦，那我们赶快跟大家分享。好、哦。好啦。哦，那么多人，好。献丑了。拜拜。我想要唱一句里面的歌。唱啊。可是我忘记了。那你还要唱吗？那你还要唱吗？这一首我们的歌。然后呢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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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哦，我刚跟大家都拍照了。嗯，我刚跟外面。直接，威力，你先去接计程车，然后看能不能够五个人上到美丽华。哎，请他们打电话。哎，威力。不要，因为你接就可以问五个人啊，他们不可能够五个人。可以，请他们，可以请他们叫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拦下来，他们不接。好啦。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这样够白了吧？截图吧，够白了吧？我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叫车的。白色。哎，为什么我观看的人数比我微博的人数还多？那不是很好吗？但我都害羞。金翅山脉。好，拜拜哦，你也很白，给你一个玫瑰。他现在很性感哦，你戏服已经换掉了。我戏服换掉了。他刚刚戏服很性感。对。好，我们在等建车的当儿跟大家再聊一下哈。哦，还要再聊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你不想聊是不是？我没有不想聊，我以为我打算。哦，我要黑你。我没有，不行这样。你们知道我人很好的。他们都有来看我直播，你粉丝都有来看我直播。今天没有其他班，明天还有。好啊，好啊。好。
哦，我昨天练吉他，然后手残废，你知道吗？超痛的、欸。然后我默默的拿起吉他，然后想说要赶快练，因为今天要验收昨天上的东西，然后整个手就是动弹什么的。所以我非常佩服，非常辛苦，非常不辛苦，可是觉得还不习惯，非常痛苦，还不辛苦但很痛苦。然后我真的非常佩服，就是会吉他的人，因为我觉得吉他真的好难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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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车来了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我这次非常认真的，怎么样关掉？嗯，好，右上是不是？右上角，慢叉叉。好，拜拜拜拜。